你不离开云沃村，都是因为他。先回去。哎，什么时辰啊？哎，大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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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见？你不离开云沃村，都是因为他。告诉你，一年前，我和他同时出现，所以人叫我火妖。啊，方火，不是我，相信我。我当然信你，这叫南冥离火，天界照明炼丹用的都是它。灵谱祖师曾经说，此火威力甚大，一旦点燃，千里之内生灵涂炭，它岂是你能造得出来的？只是你为什么之前一直都不告诉我？是怕我不信你吗？怕你不信，后来怕害你。害我？记忆起，我出现，不知哪儿来，去哪儿。后来，他出现，叫我认识，当朋友。我和他发现火，我没事，可他。我。让人远离火，他们说火我带来的，打我骂我，我害怕烧毁了钱物，所以他们叫我火妖。火很凶，朋友死了，